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他们好多鬼主意，妙计百出。你这么快到 Q 啊，不如就吃个饭。这明明是红枣嘛！以稀奇古怪而出名，绝无闷场。他们风格独特，令你想一看再看。爆谷周日聚星会，许氏兄弟，6月23日至7月28日，一连6个星期日，爆谷9点院线。